这路里在做工程，头前这台奥多麦切五来车道，就是看到头前那台奥多麦竟然跌倒，伊就惊到大声哀叫。头前那个人实在是足疼哩。这地点在高雄小港沿海之路，现场当日做货柜专用道的时间，资本有主为例，为这个工区的范围，无时就标示煞无去啊，工区出现破空，加上天色昏暗，至少有四位民众徛来到这，还有乌多麦规个是白脸。就是到时迄窟窿通上破空有无？我闪过啊，造成乌多麦规个白脸啊，挂民警拢报位啊。第一台先把我们交尾撞歪了，撞歪了之后，警察来做来现场的时候没有恢复完，那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下班时间了。实际回到现场，沟渠已经覆盖上铁片，也有义交人员在现场指挥交通，避免再次发生意外。事发了，新港处也随派承包商重新来做预防的设施，前后就来比较看卖哩。原本是用竹笋杠围掉的，后来加装白色的护栏。也佫加上镜头的指示，你骑过去还是小心会减速就对了。对啊，对啊。唯先有骑士撞倒交围设施，导致后继骑士误闯工区。目前本处已重新调整交围设施材质及固定方式，及指派24小时义交指挥。新港处强调，已经派人去慰问伤者。骑车伫路里所拄到遮水的代志，恐惊这种的阴影，短期内也是无法度排除。民视新闻高雄报道。赶紧替您处理 MOD 的遥控器，在自选的项目内底来加入民视新闻台，为您带来上届及时、上届正确的新闻内容。